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把第14课的最后一个部分结束咯。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上次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字首跟字根，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复习呢？我们来看一下，还记得吗？我们教了肺、lung 的专业字首有四个， pneumo P-N-E-U-M-O pneumono P-N-E-U-M-O-N-O pulmo P-U-L-M-O 还有 pulmono P-U-L-M-O-N-O 还记得吗？然后呢，气管呢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专业字首，就是 tracheo T-R-A-C-H-E-O。 然后肋骨rib肋骨呢有两个专业字首，一个是 costal C-O-S-T-O， 另外一个是 pleural P-L-E-U-R-O。 thyroid gland 就是这个皮肤色的部分，这个甲状腺有一个专业字首 thyro T-H-Y-R-O。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是跟眼泪有关的专业字首。跟眼泪有关的专业字首呢有两个，一个是 dacryo D-A-C-R-Y-O， 一个是 lacrimo L-A-C-R-I-M-O。 那我们除了介绍这两个字首之外呢，我们先介绍一个词叫做 lacrimation。 lacrimation 是什么呢？就那个它这个 O 去掉加上 A-T-I-O， 你看到这小朋友应该知道了吧。 Lacrimation 就是呢眼泪从泪腺流出来呢就叫做 Lacrimation。 那当然一般来说正常的状况呢是就是伤心的时候流眼泪，像这个小朋友。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眼睛有问题呢也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这个 Lacrimation 的问题，那就是呢流眼泪就叫做 lacrimation， 不管是什么原因。dacryo adenitis 就是这个 dacryo 是这个眼泪，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我们前面呢讲到 gland 的时候还记得吗？ aden adeno 是这个腺体，然后呢 itis 大家应该很熟了，就是发炎。dacryo adenitis 就是泪腺炎，就是这个泪腺这个发炎呢就叫做 dacryo adenitis。 lacrimo L-A-C-R-I-M-O 呢我们介绍的例子是 lacrimonasal。 lacrimonasal 呢是跟泪囊呢是这个滴的这个部分以及呢鼻子相关的叫做 lacrimonasal。这个呢是那个泪囊跟泪囊以及呢鼻子那个眼睛再过来就是鼻子相关的呢就叫做 lacrimonasal。 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跟眼泪相关的专业字首是 dacryo D-A-C-R-Y-O 还有 lacrimo L-A-C-R-I-M-O。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medulla。 medulla 呢是髓就是髓质跟髓就是呢中间的部分任何一个中间的部分相关的 medulla。 那它的专业字首是 medullo M-E-D-U-L-L-O。 medulla 我们举的例子是 medulloblastoma。medulloblastoma 了 ，medullo 是髓，那这个 blast 呢，我们后面有机会会再介绍。那通常呢，这个词指的是说呢，是还没有分化的非常原始的细胞。那 OMA 呢，我们之前在不同的课程也介绍过，就是瘤。那 medulloblastoma 是什么呢？是所谓的神经管细胞瘤，这个是。这个它的中文翻译虽然对感觉上跟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 medulloblastoma 呢是这个
根据这个道氏医学字典上面提到的，他说呢，这是一种恶性的小脑肿瘤，然后由未分化的神经细胞，就是这个 BLAST 未分化的神经细胞所组成，那常常呢发作在儿童。这个图上面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得了这个 medulloblastoma， 做这个所谓的那个电脑断层扫描，你可以看到说一片一片的这个切片，看他的这个 medulloblastoma 长在哪里。那这个是 medullo 我们举的例子。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我们之前看到肺的时候，小那个同学不知道记不记得，肺有四个专业字首，就觉得好多了。但是呢，这个 fat 脂肪的专业字首更多。那通常我们提到脂肪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最有名的这个家伙叫做 triacylglyceride， 简称 TG， 就是三酸甘油脂。那这个部分是甘油啊，然后呢接了三个脂肪酸，这三根长长的就是脂肪酸，所以叫做 triacylglyceride。这个 TRI 还记得吗？前面这个一开始第一课的时候数字的地方，就是三个的意思，Triacylglyceride 就是呢三酸甘油脂。那 fat 呢有好多个专业字首，我们来看一下 adipo lipo lipo， 还有 pio pio， 然后呢还有这个 pimelo，pimelo，P-I-M-E-L-O， 还有 stearo，S-T-E-A-R-O， 还有呢 steatol，S-T-E-A-T-O。那我们来看举的例子，第一个 adipo， 我们要看的是 adipocyte， 回忆一下 ，C-Y-T-E 是什么？细胞，所以 adipocyte 呢是脂肪细胞，就是在脂肪组织，像我们的上皮我们的上皮呢那个。表皮底下呢真皮，然后呢在底下就有皮下脂肪，那这个皮下脂肪这个 adipose tissue 呢里面就有 adipocyte、就有这个脂肪细胞、然后 lipo 我们举的例子是 liposuction 是什么呢？这张图里面呢这 liposuction 呢是所谓的叫做抽脂、lipo 是脂肪，然后 suction 就是吸，就是用这个医生用这个仪器呢那个放进去就是像这边它已经画好了哪边的脂肪比较多呢要去吸这叫做 liposuction， 就是呢所谓的整形手术里面的抽脂手术。不过呢抽脂手术呢其实危险性还蛮高的，那个想要瘦呢最好的方法还是少吃多动，那个不要去做这种那个手术。 pioepithelium PIO 我们举的例子是 pio epithelium， 我们前面呢学过 epithelium 是上皮，那 PIO 我们知道是脂肪，那脂肪上皮是什么呢？指的是说呢在那个地方的表皮呢有脂肪沉积，就叫做 pio epithelium， 那没有图。接下来我们看呢 pimeloma 是什么？ pimeloma 呢是脂肪瘤，像呢这边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这边的皮肤就有一个 pimeloma， 那 pimeloma 其实大部分还好啦那个没有什么害处，那如果真的是造成不舒服可以开刀，那开刀出来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pimeloma， 这是脂肪瘤。 steroid 是什么呢？ steroid 指的是硬脂酸 stearic acid， 这个小盘子里面这个看起来皮肤色的粉就是硬脂酸。硬脂酸呢的这个先机，先机就是 COR， 我们来看一下硬脂酸的构造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个碳，它是一个18个碳的脂肪酸，而且是全部都饱和的，没有双键，都是单键。那它 steroid 是哪个部分呢？是这个圈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呢所谓的 COR 这边，这个叫做先机，这个叫先机，就是呢这个长长的这个是 R，然后呢这里是 C， 然后 O，这个部分叫做 steroid，就是它的这个先机。
steatosteato 我们举的例子是 steatocystoma。 steatocystoma 是什么呢？是这个照片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切片，就是所谓的脂腺囊肿，皮脂腺呢长出囊肿来，就叫做 steatocystoma。 那切片看起来像这个样子。我们再回忆一下，跟脂肪相关的专业字首有 adipo adipo lipo lipo pio pio 还有呢 pimelo pimelo stearo stearo 还有 steato steato。 看到没有，有1、2、3、4、5、6六个专业字首，比那个肺的还多两个，真的好多好多齁。下面呢我们要看的是肉 flesh， 跟肉相关的专业字首有两个，一个是 creato c-r-e-a-t-o， 然后一个是 sarco s-a-r-c-o， 指的都是肉 flesh。 我们来看举的例子，第一个 creatoria， creatoria 是什么呢？那个 creato 是肉，那 r-r-h-e-a 呢是 flow through， 就是流过去，流过去。那肉流过去，什么肉流？肉流过去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呢，大便里面出现肌肉的纤维，就是呢没有消化，肌肉的纤维就直接流过去，叫做 creatoria。 那不过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是大象的便便，那个大象的便便里面不会有肉，只是因为老师找不到一张这个照片，所以就放一个大象的便便意思一下。那 creatoria 是大便里面呢出现肌肉的纤维，叫做 creatoria， 就是肉的纤维就这样流过去了，没有消化。 sarcoma， sarcoma 是什么呢？ sarcoma 是这个肉瘤，就是呢那个一般来说就是那种有形状，就是说有固定的边界的这个瘤，那个 OMAMA 指的都是瘤，那个就是呢有固定的形状有边界的呢叫做 sarcoma， 肉瘤，通常简称就叫做肉瘤。那这边呢这个是一个肉瘤的那个摄影的图。那这边呢我们顺带提一个，因为它跟这个肉也有关， creatine， 这个是 creatine 的结构，它有一二三个碳，那个然后呢有那个好几个这个氮，那个它是一个酸，你看到这边 COOH。 creatine 是什么呢？我们说 CREAT 是肉，对不对？然后它是个酸，它其实是肌酸。 creatine 呢出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蛮重要的，在代谢上也蛮重要的。那个后面的课程呢，那个像生理学啊生化啊大概都会出现这个 creatine。我们再回忆一下跟肉 flesh 有关的专业字首是 creato c-r-e-a-t-o 还有 sarco s-a-r-c-o。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第14课到这边全部结束。那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忆一下今天我们学会了什么。第一个，我们学会了跟眼泪相关的专业字首，还记得吗？Dacryo D-A-C-R-Y-O 还有 Lacrimo L-A-C-R-I-M-O。 Medulla 髓，跟髓相关的专业字首是 Medullo M-E-D-U-L-L-O。 然后跟脂肪脂肪呢 Fat 相关的专业字首有六个，Adipo A-D-I-P-O Lipo L-I-P-O Pio P-I-O 还有 Pimelo Pimelo 或者 Pimelo 看后面接什么 P-I-M-E-L-O Stearo S-T-E-A-R-O 还有 Steato S-T-E-A-T-O。 肉，跟肉相关的专业字首有两个，一个是 Creato C-R-E-A-T-O， 一个是 Sarco S-A-R-C-O。第14课到这边全部结束，下次回来我们就要开始第15课，然后呢也会给大家第14课的测验哦。好，
从第一课到现在，不晓得呢，同学有没有都跟着进度走呢？有没有按时做测验呢？ Until next time, bye bye.